有志者事竟成，苦心人天不负。看见我背上这个东西了吗？哈，对，今天我便要再战狙击团境，挑战用十字弩拿下那些蓝队，拿下首分，拿下队伍胜利。你们听我解释，这个话虽这么说，但是我肯定会全力以赴夺取 MVP 的。我三生是那种只会靠队友的人吗？开玩笑，我超勇的好不好？那个，要是队友靠得住，我也是很愿意的。完了完了，被击中的敌人过来找我了。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。这啥呀，换歌换歌，就应该放那个听我说谢谢你。谢谢他送我回炉重造满血回归，不然就一口血，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。既然选择了十字弩，当然免不了当个老六了。看衣服，这是我的老相识。哎呀，我刚才在复健，腿脚不利索。来来来，你再重新感受一下我的十字弩。做人啊，不能只认死理，一条路行不通，我们就换个思路嘛。别介呀，这属于两败俱伤，小事儿小事儿，特种兵哪有不受伤的嘛。好大哟，别总追着我打呀。哼，但凡他看过我的视频就知道我可不是什么软柿子。恶龙咆哮，啊呜啊呜。妈呀，我刚都快紧张死了，敌人就差一个头，他们复活肯定还来找我。其实吧，他刚掏过牌我都赢了，就偏偏是很讲武德，很讲武德。嗨，我放剑放魔阵了，都给敌人当起军师了。啊，队伍都没赢啊，我麻透了。